的。廖姐夫辛苦了。好，谢谢。我们要请这个阿富对着多慧说几句话。你不要发抖了，你怎么下巴在发抖啊？啊，我们请我们的翻译帮忙一下好不好？来来来，这个阿富有没有什么话想跟这个多慧说？不要讲什么撒拉黑哟，乱 Q。喜欢台湾吗？喜欢，喜欢。我很喜欢台湾。OK。还有吗？东西好吃吗？好吃。哦，好。没了吗？没有了。那我们想问问多慧好了，因为这两天呢，看到阿富上 MVP 舞台，然后呢拿下了的单场最有价值球员，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阿富说？然后看着他的眼睛说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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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连续两天 MVP 应该要有这个福利的。廖姐夫辛苦了。谢谢。